得到了。我还想平放的。行家知道要推很远，带棒棒的雪棒来撞王，说不定还来打我嘞！我哦，有这么深吗？我打到你，你就不会再站着了啦。往下滑，往下滑，你不是要滑去上面吗？你要先滑是上面再滑下来吗？也可以啊。我是觉得先滑一滑，身体会热一点点。然后再坐缆车，不过往下滑它回来了。刚刚有看到有人往下滑，但是回不来吗？奇怪了。右边啊，这个方向滑，我知道这里很平，也不是很平，欸，左边是湖，欸，喂，掉下来会被 K 到。还好，滑一滑看看，它会不会暖起来？这样是往右还是往左？右边也有痕迹，左边也有痕迹，右边有棒棒。这不是右边啊！啊？这不是右边啊！右边的左边，好妙一下！刚载的地图马上就要用到了。
不出来，两边都可以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结果右转还是同一个地方，一样的路。他写说这个湖的由来。好了。有没有被暖起来了？暖你的头，好冷啊！右边有了，有个路牌，左边有 cos， 右边也有 cos， 右边是中央 cos， 我本来想要去的地方。但是右边那个。向华缆车站的也没有开呢，但是我看那个什么明明就有开的样子，左边看起来是去的方向吗？怎么看起来有点高啊？不会啊，缆车就还没有到。哎。是那个缆车站吗？不是，你说你想走这边？哇，到底哪边对？你要去右边是不是？想去右边，但是又怕中招。这上面有一个大圆块雪，好大一块哦，坚持不下来吗？动不了啊，动不了啊，真的往上了。这怎么会是雪道呢？这怎么会是雪道呢？其实右边下去好像就是缆车站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要了。前面中间还堆了两颗雪球，哎，有人堆的，我看到有人前进的样子了，八字前进法。还冷吗？有人坐，哎。是游客吗？都哔哔哔了，他今天怎么？他现在是充电的，就不动他了。还是大上坡哎、欸，要死哦！这怎么会是？这怎么会是一条线呢？搞不好也是很平。下个路牌就在前面了。这是树上掉下来的吧？哎，被砸到应该蛮痛的。那就应该不是树上掉下来的吧？
有个人拿着板子出来，然后他路牌写说左边是上肢台，东西啊，那右边难道是缆车站吗？没看到啊。中央。哦，我们被耍了。你知道他箭头写中央是什么？右边那个是我想要去中央的，所以我们真的逆着走上来。Thank you.
回去啊。我不知道啊。这还可以，他插的棒棒棒是干嘛的？你说这不知道拉去哪里吗？就拉到这啊。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。他去不了，现在能怎么办？做单人的、啊。坐吧，坐吧。
往右也可以啊。这样子又要走路啦。啊。好，往下往左切，往左切就可以了。这样子要走这一小段，这是小姐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小姐，不知道。哎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痕迹啊？啊，我是说这一道，怎么像是有人在踹了一脚那种感觉。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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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，回去了回去了，有松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哦，这边右半边是鸭血雪道，左半边是松的，然后我们要用松的切过去。那就一开始就用松的，滑慢慢哦，应该没什么。诶，没有很松啊。变慢了，跳跳跳。你是说要坐那个缆车哦、喔？可是那个缆车上去就是我们刚路过的地方哎、欸，你要再滑一次的意思吗？不然现在要去哪里？就是说这里的好像都收收，我想坐那一块，一路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地图好了。你这一台不就到这而已吗？对啊，中间切过去的方法这样。是要去那一台吧？哪一台？你多少？哦，那个不知道是出口还是入口，总之先坐这个看看要不要。好，走。这看起来是很和平的坡度。写吗？爆发力加大的。半低，对不会，对不对？你多少？半低。
屁股先把它压住。雪黏在外面，黏在雪镜外面。我看一下 GoPro， 没事。但我 GoPro 没在拍啊。有在拍。有啊，帮我拍起来了。对啊，但是最后开着以后就开着了，到现在都没事。这店好像很可爱。这里又没有风了。对啊，趁着没风的时候让它热一点。现在变成我觉得还蛮大的雪呢。我刚刚就跟你说，这雪还不叫大吗？很大的雪。好啊，今天多下一点，明天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怎么天好像有点很亮的感觉。太阳现在落在哪里？对啊，刚刚有出来一下。这店很可爱，我要去买。K 车。他还弄音乐。冬天的路口。还说才趁夸不得，夸不得。这个是灯吗？是灯呢、欸，是灯，是灯。一个东西是灯。这边是夜华区啊，啊，上支台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你同意 Telly 的话，什么两天滑完了、啊？应该是说，如果大部分的雪道的坡度都只是这样而已的话，那确实就很不好玩了。都要推的，受不了。对呀、啊，雪太大的时候不行。而且那也是他们都碰到下雪的问题吧。就是如果是压雪，也许这滑起来还算还可以。是错觉吗？我觉得膝盖那里发热、欸。我膝盖的背后是发热的。这椅子没有那个功能。所以我说应该是错觉。热热的。那你是说像这样，这可能是住宿，这个也很贵。出租？住宿？住宿？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也是高深山高建屋系列，在雪道上的啊。看起来不怎么样。叫做高工树林什么的。对。高建屋系列啊。嗯。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就说在雪道旁而已，但是这里的雪道好像没有很让我很有，我在充电吗？也没有吧，我猜他现在是宕机状况。哎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嗯，现在是开始录了。奇怪了、哦、怎么那么多雪啦，而且会化掉耶、欸、会化掉、欸、糟糕的是它怎么在我身上会化掉，这样不好。那表示你裤子的隔热没有很好，还是我的还我的化一点点。我的腿是有这么暖的，又没风了。嗯 ，Laos Far Quad， 有开，好好好，那就滑去坐那个。下来就可以过去了。那应该可能横仓那一区会比较好玩吧。比较陡一点，过脑勺很冷。啊？过脑勺是？前面那个坡度看起来还可以啊，会不会大家都要做这个盖子雪，盖子的，然后滑这个？但这个坡度好像没有很缓的，这可以算是黑的吗？左边或右边，左边，再往右拐。左边啊。对啊。
是的吗？然后我就他先问了好几次，最后说用英文说是324吗？我说不是。然后你就这样，你前面都是你讲，然后就这样把电话丢给我。因为我真的那一句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因为我真的完全听不懂，一点听得都没有。先试着用英文讲了一句，我才懂他是要表达什么。上支台刚已经滑过了，我们现在就尽量靠左手方向压。地图上的右边，一直往右边切。滑的时候往左手方向。
加速坡就在这了，滑到一半再直冲吧。是哦，不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是吗？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就走这。哦，突然下降。然后这里就撞到痛。哦。不要离我太近哦，不然你会嫌我刹太慢。十号。还想靠左吗？要去瞄一眼我们回家的路吗？然后旁边有个缆车又可以拉上来。去就只能坐这个 Sunrise 了，对啊，那边就是回家的路，没有必要再看了。还是你想坐一次这个缆车？好啊，那下去看一看。左边可以去中央的福尔，奇怪了，好啊，往前走一点，往前走一点。Sunrise Zao。
那条路在哪？是不是有人直直往前滑下去？没有，左边是停车场，然后前面那个木屋是民宿，然后那里有一条车路，那条车路往右走下去，那里有个雪碧，雪碧就是车路，然后车路往右走，这一栋的背后就是我们的旅馆。是啊，是啊。其实要走的不能用滑。其实理论上可以用滑的，但是要先，因为你这下面这个坡很陡。你要怎么下去？真正合法的路是你这条路可以去到停车场，停车场又有这条路过来。然后你真的要在路上滑的话，理论上是可以，不知道就看你觉得雪有多深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回去的时候再弄。那我们先再滑一次，然后看那个 Loopway。他说可以去中央 Loopway， 我不知道在哪。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边是继续滑的意思啊，滑去中央缆车的地方。中央缆车在下面。好，那要坐这个吗？啊、也可以去中央缆车啊，还可以继续往你的背后右边那边滑下去，要一段距离就是。他说这里可以去中升，上去以后往右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上去以后往右。休憩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。リフトの乗り降りの際はスキーの先に十分注意し、正しい姿勢でご乗車ください。怎样？他写什么？右边就是另外一个雪道、啊。对。欸、他被拦起来了。他被拦起来是干嘛？那这样下面不能滑吗？那有个很大绿色的架子是什么？在那边滑。啊，不知道。回家的雪道是这儿。山的修炼，我只是刚看了这个，我实在是看不懂。就是乱已经不会讲。乱到还好，它是高低差，它是真的乱。今天早上一开始山底下来，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虽然我影片已经知道那边大概状况就是这样，窄窄的小红线。先拖反一次，你看看摔破我还是看到什么？好像没有电子的部分哦。然后我之所以发现这个，他是说既然这一个缆车可以代替，什么意思？这个雪道可以租整天，嗯，那就变成你的雪道了，嗯，对啊，很奇怪，嗯，突然怎么变好多？是还好，刚要坐缆车前往上一看，好像就是这种数量，嗯，他说往右切，我没看到地方啊，下车往右切，奇怪。不想飘了吗？还是脚没力了？他是教学的，看我。
Coco Center 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旋转？他说什么旋转快的话就会遭大高。反正我觉得我们雪板跟雪板也是有共通处啊，像我们一开始也是急急忙忙要转弯，很急啊，或者是说越转越快，然后越快越怕，最后就得用屁股停下来。不愿面对乡下，这里很粉啊，又不行了。是你的吗？我的，你的都没事啊。我的上，而且我这次把 GPS 有什么问题？都不开了吗？它现在也是没有灯啊。我按一下好了。我看，这样很怪的声音。转过来一点。算了，先吧。还是这就是有问题的那张卡，搞不清楚。你有带 copy 的吗？有，一有带 copy， 二我身上也有替换的卡。但是他今天行为表现很诡异，所以搞不清楚。好像很接近，往右。好像有看到摇来摇去的线欸，那个线在动吗？它在上下摇晃，却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就是那个缆车的中啊，缆车啊，你说什么什么车？是你说是不是我们坐的车啊？我好像没坐过这种样子。它这是中央，那要去坐坐看吗？好，只是可能要等一下。对啊，但是这个雪道就是去中央的。全桥绿的、欸、绿绿的，地狱吗？绿绿的、啊、
那谁？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他们在看看那个两个短板。短板啊，还被尖尖的笑，不知道怎么发生的。后面那一间有个车停在那的，要去吗？去吧去吧。楼梯在哪？好，往前冲往前冲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走过去再走回来就好了。对啊。好啊，领个十万块。停车场的路啊，对啊，你说你也要放这边？这么害怕？我看在这边好了，这边应该比较软吧，还是很硬。我就知道有一个很比较近，但是地图上看有一小段小小距离，我就想说会不会有点不好走。这个看起来应该还好吧，比较过马路比，结果是这个一小段距离是停车场，那就挺简单的。对啊，嗯，我爱淋一淋。那我到底要淋什么？很差。不不不，我是说我要用哪一家领，我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他说 UFJ， 那我就领 UFJ。没有 UFJ 啊？你又没带。UFJ 有卡片领，对不对？有 App 领。我看一下，用 App 领就好了。不会有上限？哈？会有上限？不知道，十万块应该还可以吧。那就，那最起码这一次是不用手续费。为什么？他，我就是昨天看 ATM 写说几点到几点不用手续费啊、嗯，所以我才一直要收 UFJ 啊。他也要上学练。阿华还可以。正课练。他干右边，我开背后。超多呢。好，关了、啊，我就先不关了。你那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他有没有充电灯。等会就按看。等会看啊。我没有甩呢。哦，有充电，很好。那我研究一下 app 吧。
我知道，我在人不多的地方研究。